上台。
时的光线，天黑以后天亮之前，设法抹去心底那些疲倦，这是夜深人静就会想念自己，眼神还那么清亮纯净的曾经，睡不着的夜里多么想念自己，想要哭就哭吧，想就笑的任性。其实呢，就是要给大家这种感受，因为我们这场演唱会就是，六感，除了让你听得到、看得到、闻得到，然后呢摸得到，就是触觉感觉得到，然后还有，吃得到，因为我刚刚有撒一些药给你们吃，就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不要放弃治疗，但你可以放弃治疗，然后最后的一个感觉就是直觉，就是。你们直接心里面最直接的那个感觉，感觉到我想要传达给你们东西。然后虽然一开场的时候还蛮混乱的，可是这就是我要的感觉，我就是要这种很混乱不正常的开场。而且呢，我刚刚就是戴着墨镜啊，其实我刚刚前面是属于一种肖大哥的感觉，完全看不太到，所以我是眯着眼睛唱完那两首歌的。然后其实这场唱演会呢，在准备的初期，然后我就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包括比如说那个撒药丸这些东西，然后像之前去一些 Universal 啊，你知道玩他们那种 4D 的东西，就是你还可以感觉到或者是被风吹的感觉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感觉到这些东西。那除了这些冰冰冰冰的东西之外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今天选了很多我自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，
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感受到，就是我要传达的感谢这样子。然后虽然刚刚还蛮混乱，大家可以就是心平气和深呼吸一下，然后呢互相包容一下这样子。那接下来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，我一直很希望能够赶快在 KTV 里面唱到，因为我也希望它是一首好听的 K 歌，希望你们也会 K 这首歌。你们会唱《心爱成瘾》吗？那如果你们会唱的话，可以跟我大声一起唱吗？那我们来听这首《心爱成瘾》。像一个傻瓜又如何？有多痛没在怕的，爱是带刺的快乐，越难得越值得。像个傻瓜又如何？有些痛会成瘾的，爱了你就会有了。却是一个性爱成瘾的女人，不是在生理需求那部分就不变套路了，那是我很私人的事情，我的姐妹不要在旁边帮腔。然后呢，我从以前小时候在面对感情的时候，真的就是那种很努力去爱的人。因为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去爱一个人，然后那个人也会这样子爱回我。可是后来长大后才发现真的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就是你真的很努力去爱一个人，不见得你真诚的爱就可以改变他。所以我说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，可以在感情上面就是遇到我的老公，他也是一个懂得珍惜我，对，知道我美好的那一部分这样子。然后在他身上我也学习到很多两个人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这样子。然后其实我觉得性爱成瘾很适合台下的每一个人，就像刚刚出场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奋不顾身的往前冲啊，就好像飞蛾扑火一般。那你们都是我性爱成瘾的子民们这样子。那希望今天的唱演会呢，不要让你们觉得有浪费钱跟浪费眼泪的那种心情，所以呢，现在来唱一首《浪费眼泪》，还自己蛮会接的。